家好，今晚由 Vinny 同大家睇天气。今日都几好阳光，但天气干燥，晚间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。唔知星期三嘅天气又系点呢？我哋一齐睇下叮当嘅预测啊！唔该晒叮当。预测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有几阵骤雨，稍后有烟霞，气温介乎24至31度。而相对湿度就介乎65%至90%。跟住睇下未来几日嘅天气啊！嚟紧一两日，部分时间有阳光，天气仍然干燥。到咗周末会有几阵骤雨，天气炎热。跟住睇下华南城市嘅天气啊！广州天晴炎热，其余三个城市多云，四个城市嘅气温介乎23至34度。另外四个华南城市天气都好热啊！韶关天晴，其余三个城市多云。其中佛山同韶关嘅最高温度有成35度。最后再补上一啲，睇埋几个主要城市啊。北京天津天晴，上海天阴，成都多云，气温介乎18至32度。好啦，今晚天气讲到呢度，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啦，拜拜。